道我不能再黏着人文，我要学着独立一点。可是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从黏人文变成黏我了？男人真正的价值不是外表和身材，而是钢铁般的意志。我代表钢铁男向你们嚣张的三剑客正式提出挑战，输的就要帮整栋宿舍的人洗衣服，用手洗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中视《我的自由年代》。